一键三连可以吗？面试的时候，对，面试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就那个，就是大家就有一个很多公司都会问的问题，对吧？基本上每一个公司都会问这个问题，那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？然后当时呢，我一共花了10分钟的时间来答题，9分钟我都在夸阿夸，剩下1分钟讲了一下自己的理由。然后呢，我就讲了9分钟的阿夸。我说，因为我最开始接触虚拟主播，其实就是因为妹阿夸。对，有人分享了妹阿夸给我，然后当时觉得这两个妹子真的好可爱啊，然后呢就很喜欢，然后逐渐的就变成了就是妹阿夸单推。然后呢，因为夸阿夸真的太傻了，不要告诉他，不要告诉他，就太可爱了，对。然后长得又好看，说话又好听，谁不喜欢呢？所以呢，就花了9分钟的时间来夸他。然后夸完了之后，然后运营上可能被我之前9分钟给震撼到了，然后就问我，啊，等等，你来我们公司就只是因为阿夸吗？然后我就，然后我就又把后面那1分钟给延长到了10分钟，又拼命的加了一些理由。所以哎呀，真的一开始就Gachi了呢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